陈大白这个混蛋，昨天我看了视频才知道，他居然整老司机没整成，跑来整我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看老娘今天不收拾他！哼！哎，小老弟，你知道陈大白坐哪儿吗？那边啊。哦。咦，陈大白不会也喜欢我吧？用我的照片做封面？哼，在做视频是吧？看我给你删光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删你是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出去！哼，昨天我整了板娘，今天她必定过来干我电脑。幼稚。昨天我过生日，板娘没整到我，肯定会留在今天动手，而且目标一定是电脑，所以。